尊敬嘅各位大德同修，各位菩萨，大家好，清楚。我哋今日呢一齐嚟学习啊《文昌帝君阴骘文》呢一篇文章啊，虽然系。 非常之啊短嘅啊短文，全文只有啊五十四啊五百四十四个字，但系对于我哋嘅德行修养，我哋断恶修善嘅呢一种修为嚟讲啊，系非常之啊重要嘅呢一篇文章。 流传啊，非常之广。虽然呢，佢系道家嘅啊经典，但系呢，喺中国历代啊儒释道三教都极为啊推崇，因为佢呢篇文章唔系啊只在宣扬啊道教。 而系教导我哋啊，如何做人，如何啊修心地嘅纯正纯善啊，所以啊，系对我哋嘅修学嚟讲，有非常之大嘅好处。自古以来呢一篇短文啊，有好多嘅注解。 喺呢啲注解当中咧，可以讲话系清朝嘅周安时先生啊，佢嘅注解啊最为啊详尽啊，印光大师极力咁赞叹啊安时先生嘅呢一篇啊注解啊，佢嘅呢个注解叫做文昌帝君阴则文广义。 节录啊啊节要啊啊节录啊讲义节录，收集喺周安时先生嘅佢嘅著作当中，啊后人啊定为啊安时书全书，咁呢篇啊阴则文嘅注解啊占咗全书嘅二分之一。 后面仲有啊三篇啊，即另外一半呢、这个，有呢个万善先知是戒杀嘅文章，有玉海回狂是劝戒淫嘅，仲有系西归啊直指啊，就是劝我哋啊。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呢四部合埋一齐咧，啊称为安世全书啊！印光大师啊，我哋净土中十三祖啊，可以讲系赞叹不已。佢、嗯、老人家啊，系咁样啊嚟赞扬啊！ 安时先生嘅呢一篇注解啊，印光大师话：文昌帝君于宿世中啊，深蹲五长，供奉三教，自行化他，唯欲子欲至善啊，呢、這个系讲到啊。 阴则文呢系文昌帝君，佢随分于世人啊，咁文昌帝君是什咩人呢？啊，佢系道家嘅一位神明。啊，佢喺我哋中国历史上边啊，有多次嘅现身。啊，所以佢。 也是啊，从人变成神嘅喺道藏里边有啊文昌化书，就系讲佢啊历代当中啊喺人间啊啊演化嘅呢啲故事啊都系真事嚟嘅。啊，呢个文昌化书里边讲到啊喺历史上有七十三凡。 啊！即系出现咗七十三次啊，上至啊周朝啊初年啊，一路到啊啊呢个宋清宋朝都有啊关于佢嘅啊呢个发现嘅呢啲公案故事啊。咁佢原先嘅名号咧？ 系称为紫铜神君啊，系喺元朝嘅时候啊，啊元朝嘅皇帝啊，俾佢一个封号啊，封佢为文昌帝君啊。咁佢喺俗世中啊，即、就、系、是、过去生中啊，遵遵守呢个伦理道德。 啊，心敦五常，呢、这个敦就系遵守，啊，专个心系遵守五常。咩叫五常呢？啊，所谓啊，仁义礼智信，啊，儒家讲嘅五常啊，啊，五种啊道德，啊，仁就系仁仁爱啊。 啊，二就系、是、应该做嘅，我哋要去做义务啊。礼系礼节啊，做人做事待人处事啊，接物都要遵守礼啊，咁先可以啊，处理得和谐。 知就系智慧，我哋喺接接物吓处事当中，要运用啊智慧。呢、這个智慧系相动对于啊情感而嚟而嚟讲嘅，啊！我哋唔好啊感情用事，应该用理智。 信就系讲信用啊，所以五常系维系啊人间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自身啊幸福美满嘅呢个重要嘅德行。如果把五常丢弃咗啦，呢、这个世界就大乱啦。 啊，所以战国时时代啊，其实左丘明曾经就讲过，话人欺常啊，则妖兴啊。啊，人间如果冇咗五常啦，冇咗仁义礼智信啦，呢个妖魔鬼怪啊就兴起来啦。啊，我哋而家睇睇到社会啊，有好多啊反常嘅现象。 啊！这个、是什么呢个系咩咧？妖魔鬼怪啊，都出晒嚟啦！啊，所以人头脑啊都唔正常。啊，我啱啱从啊日本啊参加呢个国际佛教大会翻嚟，喺日本东京有啲啊华人同修啊，啊同我倾偈嘅时候就同我提到，话依家日本。 啊！子杀父母，父母杀子女，都唔系啊新闻，常常都有呢啲事情。啊，甚至有人为咗咧啊呢、這个发泄佢精神空虚啊，竟然啊开车啊乱撞人，啊撞死好多人。警察捉住佢之后審他，审问佢。 点解要杀人？佢话我都唔知点解，就系、是、想杀人啊！呢、这个系完全啊抛弃五常之后嘅乱象啊！人都成为咗妖魔鬼怪啊！所以要使到我哋呢个社会恢复和平安定啊，一定要提倡轮常。 道德嘅教育啊，所以我哋啊应该啊多向文昌帝君学习啊，啊佢生生世世啊都遵守五常啊，系一位非常之有德行嘅啊神明，佢供奉三教啊供。 就系佢啊，身体力行啊，三教系如释道三教，都系圣贤嘅教育啊，圣贤教育唔系攞嚟讲一下算数噶啦，系佢真正供奉的啊，啊即系身体力行啊，依教奉行，落实到自己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到自己嘅言语。 行为啊，待人处事接物呢里边，佢能够自行化他啊，自己做好啦，啊，做一个好样子就可以感化他人啊。喺一个家庭里边啊，我自己做好啦，就可以感化一个家人啊，一家之人。 啊！凡系不能够感化家人呢，仲系自己呀，冇做得好啊！啊，所以自行先能够化他。啊，文昌帝君嘅全心系为欲啊，止于自善。啊，佢希望系咩呢？止于自善啊！啊！ 呢句话就系讲心地行为纯正纯善啊，冇丝毫嘅啊恶作恶念啊夹杂喺啊心行当中所以啊佢能够成为一个神明啊，神明系正直嘅。 啊，心底系善良嘅，啊，咁先有资格啊做神明啊，啊，咁、啊、其实佢唔止系神明啦，啊，佢嘅真实嘅身份系菩萨，啊，我哋睇嘅《安世全书》里边，啊，睇到文昌帝君佢嘅生平就知道啦，佢也是学佛嘅。 啊！佢喺一世当中啊，见到佛啊，见到释迦牟尼佛啊，啊，拜佛啊，以以佛为师，佛同佢说法，佢啊就开悟啦，啊，明心见性啊，入不二法门啦，啊，所以佢也是系菩萨啦，啊，唔系凡夫啊，啊。 我哋可以啊，真正明白菩萨系喺六道当中啊化身啊，应以咩嘢身得道者，佢就化咩嘢身啊，而为说法啊。咁文昌帝君系喺中国啊，公认嘅掌管啊一个人嘅功名利禄啊，佢个文运啊啊啊，如果系一个人啊。 有文昌啊，帝君啊，入佢嘅命宫啊，咁佢必定系一个好有文采啊，而且呢逢凶化吉啊,啊，能够呢遇难情情长啊，能够呢啊功名啊顺利啊呢种人，咁呢啲系福报啊，福报点样嚟嘅？修善得嚟。 啊，所以阴骘文里边讲到嘅修善修福啊，啊，你想要福，必须要修善。当我哋止于至善，嗱、这、呢个至善就系圆满嘅善，顺善啊，咁你个福报啊，亦系圆满嘅。咁咩为之善呢？善系。 完全系大公无私，啊，一心只为啊别人，只为众生，不为自己，咁先叫得自善啊。心里边仲有谂啊为自己着想，啊自私自利嘅念头，咁就唔叫做自善啊，嗰、那个善里边就唔纯啦，啊夹杂咗呢啲恶喺里边。 所以《文昌帝君》呢一篇文章除化世人，就是为咗我哋都能够回归至善啊！我哋人人本来就至善啊，《三字经》一开头就讲：人之初，性本善。啊，我哋嘅本善就是至善，但是因为啊，性相近啊，习相远。 啊，因为咧冇受到好好嘅教育，啊，受到社会嘅污染，所以引起我哋咧啊，有好多嘅不善。呢、这个不善啊，系习气啊，所谓啊，习相远啊。啊，我哋嘅性咧系本善嘅，啊，本性本善。所以圣贤教育无他，只系要我哋啊，从不善嘅习气。 嗰度回头啊，回归啊，本性本善，呢、这个就叫做止于至善啦。啊，咁你能够止于至善，就系、是、圣人，啊，就系、是、佛，就系、是、菩萨。下边有讲到功高得著，遂得。」啊，啊，积奖民行。 呢个系讲文昌帝君啊，积功累德啊，非常之多，因为佢生生世世啊，啊都啊做呢啲阴德嘅事情啊，呢、这个阴质文啊就系阴德啊，阴就系阴德嘅意思啊，阴德好厚啊，念念啊为他人。 不为自己，所以啊，功德好大啊！所以佢能够话喺神明当中啊，佢主管咩咧？文行啊，即系一个人嘅文运啊，佢嘅功名利禄。下边讲到孔没学无知啊，未几永劫常住之圣。 因作文啊，广训是五一十七世啊之言，妙义无尽。呢、这个都系文昌帝君啊所做嘅，啊，佢系咩咧？恐怕啊后学啊呢、这个末学啊，即系后来嘅呢啲学人啊，亦都包括啦我哋在内。 确实嚟讲，如果冇啊呢啲先贤嘅指导，我哋真系无知啊！啊，唔知道我哋啊本性唔本善啊，所以呢、啊这个把自己常住嘅真性啊蒙蔽咗啦！呢、啊这个常住真性啊！ 蒙蔽咗几耐咧？永劫啊，系无量劫啦，时间太长啊！但系我哋要知道，虽然我哋啊蒙蔽咗好耐好耐啊，我哋喺呢个六道当中啊，长劫轮回，迷失真性，但系真性。 系咪真系失咗去咧？冇啊！啊，呢个真性就系我哋嘅佛性，就系、是、本性本善，佢仲喺度。啊，佢丝毫啊都冇减损到。啊，就喺依家啊当下，我哋嘅本性啊都系圆满嘅。啊，我哋嘅佛性。 同啊十方诸佛如来嘅佛性啊无二无别啊完全一样只不过我哋啊系有妄想分别执着，因此咧我哋呢个佛性啊起唔到作用啦啊，所以失去咗啊如来嘅智慧得相。 啊，得唔到啊！佛嘅受用，其实我哋本来就系佛，啊，唔系话我哋无量劫之前系佛啦，依家唔系佛啦，唔系，依家就系佛，依家本来就系佛，啊，只不过我哋依家有呢个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呢个常住嘅佛性啊。 就埋咗啦，啊，起唔到作用啦，啊，呢个味啊就系被覆盖住啦。只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我哋嘅佛性就可以现前啦。咁要使到我哋佛性现前啊，首先呢，我哋要啊去执着，去完执着要去分别。 开完分别去网上一层一层咁样去去除啊咁执着当中有善亦有恶，咁我哋先要把恶嘅执着啊去除，使到我哋心啊纯善，咁、啊、去除呢、这个执着就好容易啦，啊不执着善恶，啊呢、这个执着都冇埋啦。 你就出嚟啊！六道轮回，你呢个心就系真正清净啊，你就成为圣人啊，但系教育必须要按照次第，啊，一一级一级咁样嚟去学习，啊，所以我哋咧先要啊断恶修善，然后第二层次先能够话破迷开悟。 啊！破迷开悟系断执着啦，啊！咁我哋依家系初学，就要先要断恶修善，啊！即使不能够破迷开悟啊，咁我哋至少能够喺人天道里边得到啊啊殊胜嘅福报，呢、啊这个系圣贤对我哋教化嘅良苦用心啊！ 啊，所以文昌帝君啊，作作文讲训啊，写咗呢一篇阴骘文啊，喺呢个世间推广伦理道德因果嘅教育啊，要我哋点样咧断恶修善啊？佢用佢自己啊一十七世嘅呢、这个。 啊，事例啊，真系叫做啊现身说法啊，佢把佢十七世当中嘅因果报应啊，同我哋讲清楚啊，要我哋啊深信因果断恶修善，亦都能够啊正入圣贤之流。 呢篇文虽然好短小，但系妙意无尽啊！印光大师下边又讲到啊，呢、这个都系佢喺安氏传书啊呢、这个罪文里边写的嘅。佢话安氏先生呢、这个就系清朝啊乾隆。 年间嘅周安时先生啊，佢系一位虔诚嘅佛教徒啊，但是呢，佢教化世人啊，冇用佛经啊，佢用呢个文昌帝君阴骘文啊，用道家嘅经典啊，因为道家讲因果教育啊，讲得啊啊非常之好。 啊！而且好集中啊！喺呢篇短短嘅文章里边啊，都能够体会体现出啊呢个圆满嘅因果教育。因此，安士先生啊，冇文门户之见啊，佢用道道教经典啊嚟为我哋嚟啊解释。咁呢位先生啊，最后亦开啊。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佢走嘅时候系坐住走，啊！念佛念得好殊胜，啊！走嘅时候满室都系啊香味，啊！佢对其他人讲，啊！佢话我已经啊喺西方啊极乐世界嘅莲池里边啊好耐啦，啊！ 讲完之后就念佛往生，所以印光大师话佢系啊，宿积得本，成缘再来讲嘅一啲都唔过分。嗱，宿积得本系佢过去生中，亦系积功累德，啊，无量劫来啊。 中下深厚嘅善根福德，而且佢系佛菩萨再嚟，啊，成愿再嚟啊，啊，从西方极乐世界啊翻到嚟娑婆世界嚟度化我哋众生嘅，啊，咁印光大师我哋知道佢系大西至菩萨再嚟，啊。 咁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肯定安世先生也是成缘在嚟，咁我哋要啊知道周安世啊，确实佢唔系普通人啊，所以佢嘅呢一篇注解就系佛菩萨留畀我哋嘅除训啊教导，下边又讲佢。 博极群书，深入经藏，呢、这个系讲佢嘅学问啊，非常之啊啊渊博，博览全群书啊，而且深入佛教嘅经藏，可以讲系通中通教啊，一位难得嘅啊大德。 佢国势啊，啊富民，引为己任，啊佢发愿啊，救度啊一切众生，啊把度众生啊作为自己嘅使命，啊所以我哋学佛嘅人啊，啊都要啊好似安士先生一样。 应该把道众生啊作为自己嘅使命啊，咁你亦同菩萨一样啊，亦都系同心同德啊，同愿同行啦。下面又讲到，以奇才妙悟之学识，取灵山四水之心法。 就帝君随机说法之文，住师文雅师文雅俗，啊，共同观之住啊。从呢度我哋睇到印光大师对安士先生嘅赞叹到咗极处啦。啊，佢话安士先生啊系奇才啊，妙悟之学识啊，啊，奇特嘅才华。 啊，仲有咧？呢、這个谬误啊，佢好有悟性。呢、這个学识就系真实嘅学识啦。啊，唔系一般世间学者嘅嗰啲所谓啊啊，呢、啊這个记问之学啊，一般学者睇书睇得多啊，记得多。 但系咧，佢冇误处，啊，嗰啲唔系真实嘅智慧。安时先生啊，博览群书啊，仲有奇才妙悟，啊，佢呢个系真实嘅智慧。所以佢注解呢一篇啊，阴骘文啊，啊，系用儒释道三家之精髓。 所以呢个讲啊，取灵山泗水之心法，灵山是代表佛教，因为佛经常在啊灵鹫山讲经的说法，好像我们无量寿经啊、法花经啊，都是在灵山上面讲的。啊，泗水呢是代表儒教。 因为泗水系孔子啊，嗰、这、边、个、啊系嗰边啊啊呢个啊学习啊系佢嘅家乡啊，所以呢个系代表咩咧？儒佛嘅心法啊，亦都系精髓啊嚟注解文昌帝君嘅呢一篇音质文啊，所以。 就帝君啊，随机说法之文啊，用呢一篇音质文啊，作为啊呢个纲领嚟注解，注解得好详细啊，而且咧系雅俗同观啊，呢、这个文字既优雅又易懂啊。 呢个注解没有那些啊，冇嗰啲啊，个难懂嘅文字啊，都是好浅显嘅文字啊，所以雅俗、啊、共赏，但是个意理非常之啊深长啊。下面讲话理本于心啊，持得其要啊，这个。 讲说嘅道理，都系啊，从真心当中流露啊，即、就、系、是、与自性相应嘅道理。呢、这个词得其要，用词非常之啊简要啊，好贴切。呢个系一篇好嘅啊著作，精人事实。 驱迷魂于异地，善扬二子揭惠日于圣天。啊，呢个注解当中啊，引用咗好多嘅事神，啊，用事嚟说理。啊，呢个迷魂啊，异地啊，都系咧，比如啊，异地就系心地。 啊，心地里边啊，有呢啲嘅烦恼，啊，有啲恶念，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好似云一样。啊，个云咧远睇佢有，咁近睇咧其实佢冇，系空嘅。啊，所以啊一阵风啊就可以把云啊吹走啦。咁异地啊就清静 啊，就现出嚟啦！呢个系比喻咧，我哋把烦恼啊、恶见啊，去虚除之后，我哋嘅心地啊就清净啦。啊，本性嘅智慧啊、福德都能够啊呈现出嚟。啊，佢禅扬意志啊，呢、這个系八。 文昌帝君嘅一片啊，苦口婆心嘅开始啊，卧盘啊，脱出啊，同我哋啊解释得非常之详尽啊。呢、这个为日胜天啊，也是比喻啊，胜天系我哋本性啊，啊，好似天一样 呢个日啊，智慧啊，本性原有嘅智慧啊，就可以日。嗰个个太阳啊，光芒啊四射啊！如果有乌云挡住太阳啦，我哋就见唔到太阳光。而家咧，乌云散尽啊，智慧之光啊，显露出嚟 下面讲啦，使阅者发发头头啊，有所仿效，心心念念有所警情，即将帝君一片婆心彻底掀翻和盘脱出，嗯、使我哋睇到嘅啊呢一篇啊注解嘅人啊。嗯 立即就能够啊，啊落实文昌帝君嘅教训啊，佢知道啊如何啊去修正自己嘅行为啊，所以呢一个注解啊解得好具体啊，我哋睇咗之后啊读咗之后就知道点样去用啊。 起心动念啊，都能够有所啊警惕，啊知道头上三尺有神明，啊一念不正啊，都会有因果报应，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都好谨慎，啊，所以呢个暗示。 先生嘅注解啊，将文昌帝君啊一片婆心啊，一片苦心啊，教化世人啊，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啊，呢、这个苦心都能够同我哋啊啊和盘推出啊显露无疑。嗯，下边印光大师啊又继续啊。 同我哋啊啊赞叹啦，安史先生嘅注解，佢话其真聋发聩之情，有更切于啊请逆啊救焚之势。呢、这个系注解当中啊啊讲到呢啲因果报应啊，使到我哋啊睇咗之后。 呢个心啊，都会起呢个好大嘅警惕啊！所以佢嘅呢个教训，好似打雷啊，打得好响啊！啊，把我哋嘅耳仔啊震到啊啊！呢个啊，使到我哋警惕起来。好似啊，睇见落水嘅人，你把佢救起来。 啊，或者系喺个火灾嘅房屋里边啊，你把人救出嚟啊？呢一种危急嘅情势啊，我哋睇咗呢本书啊，即刻可以回头，即刻可以得救啊！下面讲话，诚可以见天地，则鬼神；语亦六经，扶持明教。 啊，成系成言啦、啊，啊，印光大师讲得好肯定啊，安世先生嘅注解系可以，啊，把天地鬼神佢哋嘅呢个啊呢啲德行啊，佢哋嘅啊见解啊，都系符合。 真相啊都能够啊啊讲得非常之详尽啊，所以睇咗呢本书啊，我哋可以啊很啊好快子能够啊断恶修善，甚至能够成圣成贤。所以呢一部啊注解啊可以。 语译六经，语译系辅助，啊，辅助儒家六经，啊，辅助圣贤嘅教育，啊，允为啊，善世第一奇书，与寻常善书不可同日而语。嗱，呢个印光大师啊。 真系把呢部书啊赞叹到到极处，佢话呢个系善世第一个奇书，啊善世就系挽救世道人心，啊劝人断恶修善，安史全书啊系第一奇书，啊同一般嘅善书啊冇得比嘅。 所以不为知菩萨成本愿轮啊，现居士身说法道生者，唔不顺也。呢、這个印光大师再次同我哋肯定安士先生啊，系菩萨成愿在嚟啊，现居士身为我哋讲经说法啊，当时。 讲经说法啊，冇呢啲啊啊电视嘅设备啊，所以冇留下呢啲音声啊音声呢个呢个音声啊啊，只系留下呢啲文字啊，所以安世先生啊系用文字嚟说法所以印光大师啊佢话。 如果话佢唔系菩萨再嚟，我唔相信。换句话嚟讲，大师肯定安士先生系菩萨化身所以呢一部书啊，我哋啊非常之啊重视。虽然我哋嘅师傅上人啊净空老法师。 啊，未曾咧详细咁同我哋啊讲解呢部书，但系过去曾经啊多次啊介绍文昌帝君阴骘文啊，我哋今次啊今日同听日两日啊四个钟头就系将师父上人喺多年前啦啊讲嘅呢个阴骘文啊。 大二啊！我哋嚟个复述啊！咁大家如果想详细咁样去學習事啊学习安世全书啊呢个注解咧，咁可以听啊我哋喺啊网上呢、這个文昌大君阴则文嘅研习报告啊，我哋嗰个讲得好详细啊系。 系我系喺啊安徽省庐江实际禅寺华严讲堂讲噶，啊依家仲未讲到一半，啊已经讲咗五十六个钟头，啊仲未讲到一半，所以呢部书我哋要话认真咁学习，啊咁先不辜负啊安士先生嘅一片悲心。 啊！不辜负印光大师嘅呢个苦口婆心嘅劝导，啊！我哋能够啊真正啊我哋纯正纯善，啊诚心诚言啊呢个根基啊就坚固啦。咁呢一篇阴骘文啊一共有七十八句。 啊，安史先生咧注解里边啊，引用儒释道嘅啊，包括历史嘅呢啲著作啊，就有一百二十六种啊，所以解释得好详尽。咁我哋读咗呢一篇文啊，呢、這个注解之后啊，就等于读咗一百二十六种啊禅书。 啊，咁我哋咧希望喺呢四个钟头当中，把安士先生佢所注解嘅啊精髓提炼出嚟，啊学习一遍。咁我哋咧啊嚟睇啊呢个文章嘅经文，帝君曰。 五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你第一句话系文昌帝君啊自己讲嘅，啊佢首先咧系讲自己啊呢个一十七世啊都做过士大夫，士大夫就系依家我哋讲嘅知识分子啊读书人。 过去读书人啊，都要考取功名啊，为国家啊服务啊，做官。所以啊，士大夫啊，通常啊都系啊有文化、有知识、有地位，受到社会尊重嘅咁样嘅人。啊，咁、这、呢个文昌大君自己介绍，佢话佢。 你一十七岁里边都做呢个士大夫啊！咁喺安氏先生嘅注解里边啊，对呢句解释得非常之详尽啊！佢系引用啊道藏里边嘅文昌法书啊嗰啲啊事例啊，把佢一十七世啊当中主要嘅事例啊，同我哋介绍出嚟。 呢个轮生生世世嘅轮回当中，啊，我哋睇出嚟，呢个因果报应啊，系丝毫都冇差嘅。啊，咁我喺呢度咧，简单咁介绍下，啊，帝君一十七世当中啊，有啲乜嘢嘅故事？啊，喺记载当中啊，最早佢系生喺周武王嘅朝代，啊，即系周朝嘅。 第一任皇帝周武王啊，系一位圣人啊。咁当时佢系辅助啊啊周武王嘅一位官员啊，呢、這个帝君啊。周武王嘅诶儿子系周成王继位啊。当时周公啊辅助周成王。 因为武王啊去世嘅时候，成王啊仲系年纪好细，所以周公啊系帮助成王啊，啊等到成王长大之后，把呢个政权啊啊就回归俾成王。呢、这个就系历史上好著名嘅周公摄政。啊，周公佢虽然帮助自己嘅侄仔。 啊，周公系周武王嘅弟弟，啊，两两位都系啊，啊，周文王嘅儿子，啊，文王、武王、周公啊，三位啊，三位啊，都系圣人，啊，周公表现出啊，对自己兄长嘅嗰种啊，啊，恭敬，啊，呢、这个态度孝悌 啊，所以虽然自己掌握政权，但系绝对啊，啊冇话想贪啊呢、这个政权。啊，等到成隍长大，仲系把政权交翻俾佢。咁、啊、文昌帝君当时就系喺里边做个官员。啊，佢曾经咧，啊呢、这个帮助啊调解呢个朝廷当中啊嗰啲。 关系啊，因为朝廷里边啊都有好多嘅一啲闲言蜚语啊，话周公啊系咪想啊呢个把政权啊夺走啊？特别周公喺大兵平定叛乱嘅时候啊，朝廷啊仲有内乱啊。咁帝君当时啊，佢个名叫做张善芬啊，有名有姓嘅。 佢系帮助啊，啊呢个把呢啲流言蜚语啊，啊平复，啊所以呢个系积咗好大嘅阴德，嗱使到国家朝廷都能够安定，咁佢本人又系啊好通医道嘅，啊佢用佢嘅医术嚟救济人民，咁之后。 啊，系周朝历代皇帝啊，啊当中咧，佢都有现身啊，佢都系啊轮回啊，啊喺呢个有一世啊，周朝仲系周朝嘅时候啊，我哋知道啊，古印度啊释迦牟尼佛佢出生嘅年代啊系周朝，嗱当时佢出生嘅时候。 啊！呢、这个中国啊，呢、这个中原地区啊，有听闻啊，话西方啊有一位大圣人出世啊，所以呢位帝君啊，佢都生起仰慕之心，啊、想去学习啊。咁有一次啊，佢呢、这个啊一世死咗之后。 佢个魂啦，啊离开个身体喺佛教里边讲啊，佢中阴身，啊中阴身咧，佢嗰时有个愿啊，就系、是、要去西方啊去拜啊拜见释迦牟尼佛，啊咁当时咧佢正系向西方飘去嘅时候，路经啊洞庭君山啊，呢、这个喺洞庭湖里边嘅一一个小岛嚟嘅。 啊，洞庭君山，啊见到风景啊，好美啊，好好好靓，啊就心就喐啦，啊就想喺呢度啊啊住一下，结果念头一起来咧，就有嗰啲啊嗰啲山神啊啊嚟接引佢，啊就希望佢啊嚟做洞庭君山嘅山神，啊所以啊，我哋真正想。 去西方啊，啊去见佛啊，往往就有好多诱惑出嚟啊，呢啲诱惑啊，有时一般嚟睇系好好嘅，但系咧你受到动摇啦，咁就阻碍咗你嘅嘅啊前程。啊、所以佢做咗洞洞庭君山山神之后，啊，结果咧有一次咧就见到啊。 一位女子啊，三十几岁喺度喊啊，喊乜嘢咧？原来啊，佢嘅父亲啊，即唔系佢父亲啊，系呢个女嘅丈夫。呢、這个女嘅就系帝君啊，下一世嘅母亲啊。嗰、那个父亲咧就系佢啊，呢个呢个先生就系佢佢父亲啊。呢、這个女子啊，已经怀咗孕啊，喺度求山神。 啊，希望啊，能够咧为呢个夫家、啊、留下骨肉啊，因为佢嘅先生啊系俾周啊周力王啊啊呢、这个周力王系一位暴君啊，俾周力王咧流放啊，就死喺他乡啊，所以呢个女子啊系求山神保佑，使佢平安啊生产啊。 结果咧喊得好凄凉，呢、这个山神啊心就动啦，啊情一动啊就入咗胎啦，啊就变成咗、这个、啊呢个啊女子嘅啊呢个仔啦，啊,、这个、啊所以啊呢、这个轮回啊点嚟咧？啊古人讲得好啊，爱不重啊不生疏婆。 啊，念不一啊，不生净土啊！我哋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一定要有啊呢个清净嘅信念啊，不能够受啊呢啲外界嘅影响啊，外界都系咩咧？梦幻泡影啊，往往系我哋修道嘅过程当中啊，有好多好多嘅呢啲啊诱惑啊，使到我哋动心嘅。 一动心，我哋嘅正念就失去啦。啊，正念一失去咧，呢、这个往生就冇份啦。啊，帝君啊，呢个过程啊，我哋睇得好清楚。所以佢情动入胎之后咧，好难得啊，成为一个大孝子啊，孝顺佢嘅啊母亲，而且咧对佢嘅嗰啲乡里啊，即、就、系、是、同乡。 啊，同家族嘅呢啲兄弟姐妹啊，都非常之啊有爱。啊，咁后尾到咗啊，周幽王嘅时代啊，佢曾经啊，啊系周幽王嘅一位大臣，呢位大臣又系好中意嘅。啊，古人讲话文死鉴啊，佢系文神啊。 文官对周幽王进啊进谏啊提意见啊，结果咧激怒咗周幽王啊，所以周幽王啊就赐毒酒俾佢啊，佢饮服呢、这个服毒酒而死。死咗之后咧，佢个魂啊仲绕住呢个周幽王嘅宫殿三啊三日啊都不散啊喺度喊。在那 啊，后尾咧，周幽王咧，啊，叫人啊，啊，射箭，啊，驱走呢个阴魂。啊，咁呢个时候啊，佢先离开呢个宫殿，啊，到咗一个雪山啊，啊，去做咗大仙，啊，做咗仙人，咁后尾周朝之后，啊，我哋历史上啊，都知道，啊。 东周啊，西周，东周以后系春秋战国，春秋战国以后就汉朝建立，啊，汉朝系刘邦啊，啊建建呢个朝代，咁、这、呢个当时咧帝君啊系做天仙，啊，佢见到啊，啊、这、呢个战国之后咧系秦朝，啊秦朝咧啊秦始皇秦二世，啊佢。 呢个统治下边咧，对于人民啊，好虐待啊，所以佢生起呢个慈悲心，想嚟呢个人间啊，嚟帮助世人。结果咧，上帝命佢啊，要落凡间啊，做刘邦嘅仔啊。咁结果就俾呢个上帝咧啊，呢个派遣嘅一个个大神啊，呢个神明啊，就推咗佢落去。